这道小包那时候就应该，应该是要保护吉他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还要看属性。但是我有那个的话，那个是我大岁的八根包，大岁的包。我讲，大岁八根我不能用，不管。然后我一看一看，人家都会干什么？我会心口最尖，然后我开始拿小包出来。我觉得会，绝对会放那一包。因为这个没办法换，是我们。我那天上午，上次有一次就不知道，因为我跟他最近不在，就放他就说他走吧，我就放那东西了。不好意思，没有，他还有别的方式。然后他小花死不可以上台，小花来好，他就死不可以上台，他只追两台。然后我小花过马路，我直接放手。我因为马上要升级了。但是你又不怕，你防御那么高啊，你又赢。不用解决啊，滔滔不绝，不要不用解决。像乌鸡塔大部分都下去了，有没有打吗？我属性太多了。然后再扒一个。可是你你的更麻烦，因为你有放那个，你有放拉古。因为大部分都没办法一回换到。至少一定会吃到你的那个75趴的。那就运气不佳，来上班。他都让我走，然后我还开车出门，我开到一半着火，他就说他鞋好乱。他就说他怎么他已经走了，我想说他刚在楼上。不好意思麻烦他怎么样，他就说他再回去，他也没告诉他回去，没想到他回去。最好还是三个泰格，三个形态，对，因为你这样子打的话会比较按，会按比较准，至少可以打得准。
还是很痛的，而且防御就会变。至少都是活的，1900。刚才对手打我2000的。有可能，因为他破防是打完之后才算。因为他下面没有出那一条。人能量可能没有比他高。我就死了吗？我判断错误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我准备要被你打死了。